原来真系受咗重伤喎佢！在下正是向问天，要上去见令狐掌门，请四位让路。你话事话事啊！你系魔教嘅人，要嚟攻打我哋行山嘅，你过得我哋呢关就俾你上去。请四位高抬贵手，在下真系有急事相告令狐掌门。唔得，冇错啦！除非你打赢我哋四个，如果唔系唔使自上山。实不相瞒，在下身受重伤。 无法同四位救啦！边有人咁蠢噶？自己身负重伤都同人讲到明嘅咩啊？佢诈低啊啫，唔好上当啊！唔系，计我话佢唔似假扮受伤，佢系真系受伤。唉，唔系，佢扮得似真嘅，咁咪唔似假咯。讲咁多做咩啫？打多啲算。嗱，输啊四边。唉，你唔好兄弟，见到你真系好啦。系。 向问天，走去边？在下有要事见令狐掌门。你哋魔教攻我行山，你想混入嚟，趁机偷袭我哋令狐掌门，系咪？无谓多讲，杀咗佢先。令狐兄弟，唔好上当，停手。向大哥，令狐掌门。 果然真嘅喎，大师，响施主受咗好严重嘅内伤。大哥，边个打到咁伤噶？吓，令狐兄弟，我特意嚟通知你，戴小姐时日无多啦。你讲咩？咩时日无多？佢中咗。 三师老神丹嘅毒，好快就会毒化啦！圣贤佢，你快啲去黑魔界见佢。方正大师，冲威道长，向大哥交俾你哋，最后请你帮我主持行山嘅大局。令狐掌门，你放心啦。咁有劳两位。 我呢？我即刻上去见你任大小姐，边个够胆阻我杀边个？盈盈，盈盈，冇理由迟咗。盈盈，盈盈，聪哥，盈盈，聪哥。 点解你唔话俾我知你中咗三尸罗神丹毒啊？我唔想你为我担心啊！点解咁傻啊？万一你去咗，我会痛苦一世噶。你早一日知，你早一日痛苦。越迟知我越难过，你喺埋一齐先系我最开心嘅。宋哥，你又唔俾你离开我？令狐冲，我哋又见面啦。 你系咪已经回心转意，决定加入我日月神教？我嚟系救盈盈走嘅啫。我虽然应承过你，将盈盈嫁俾你，但你必须加入日月神教，先至可以娶盈盈。娶盈盈同加入神教根本就系两回事。错！你要娶盈盈，就必须先入教。咁我唯有带盈盈走。冇人可打走盈盈。 我就杀边个？爹，你放心啦，我唔会离开黑木崖噶。令狐冲，如果你系真心爱盈盈嘅，你就应该加入一绝神教。我一听见嗰啲咩圣教主，咩千秋万载一统江湖，我成身鸡皮都起晒。我令狐冲饮几多酒都唔会醉。 但一听见云城武德泽悲沧桑啲咁嘅说话，就会头晕眼花。咁我点加入神教啊？但系盈盈，我一定要娶，不识抬举。
一直以嚟，老夫正以拳拳邀你加入我日月神教，希望你将来有翻作为，将教主之位传授俾你。而你既然三番四次拒绝老夫，如果老夫唔系睇阿莹莹嘅份上，早就杀咗你。我话俾你知啊，你再系咁时时一意孤行，你迟早系第二个东方不败。你既然誓死都冇人教，咁只有死路一条。 杀咗呢个丑小子不可！如果你真要杀聪哥嘅，你杀咗我先啦。你连阿爹嘅说话都唔听，莹莹，你就算啦，冇理我。唔得噶，要死就一齐死。你真系要陪佢一齐死？系。莹莹，你系我亲生女，都背叛我。 惹到你，你会中，我杀咗你！爹，爹，好啊，爹，莹莹。 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 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